LINE 是台湾人最多使用的一个通讯软体，在使用的时候常常会贴上这个贴图。现在呢，贴图也可以成为赚钱的工具，学会简单的原理之后就能够设计制作出来，成为一种创业的新趋势。那我们都会引导学员，就是说从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比如说食衣住行方面去把他有一些小有趣的一些事项去做一个整理，然后慢慢的透过软体表达出来。那一般学员就是说他在于一些构图以及一些比例色彩运用上会比较有一些缺陷，所以呢我们就努力的去补足这一块让学员很容易的去把贴图应用在他自己的上面。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利用电脑创业，但是又缺乏了技术或是资本，设计贴图却不需要高规格的设备技术，并且能够学习到从个人设计到电脑行销乃至于上架销售的完整流程，算是一种入门的微创业模式。